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看另外一个圣经人物，那这位圣经人物叫做迪娜。那迪娜到底是谁？她是雅各伯的女儿。我想我们对雅各伯的儿子们，有十二个儿子，我们比较熟悉，但是雅各伯有一个女儿，可能我们也没有听说过。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迪娜这一位。迪娜是雅各伯的第一任妻子勒阿的第七个孩子，她就是雅各伯的唯一的女儿。那这事件可以在创世纪第三十章找到的。雅各伯他回到他的祖宗的地方，为了做什么呢？为了去找他自己同族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他就来到拉班的家，那在拉班的家他住了20年，他有了勒阿，有了拉赫尔，还有勒阿拉赫尔的奴婢当作他的妾，所以雅各伯有四个太太，他就在那里有生了孩子们。所以他就带着这些妻子带着这些的孩子们回到以色列，他就住在舍根。那在舍根地方在以色列的时候，这位女儿迪娜也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在创世纪第34章告诉我们，是迪娜她到了这个新的地方，她就很想要看看当地的女人她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她就一个人冒险走出去，一个人走出去。但是她走出去的时候到了这个叫做士根的那个城市，没想到士根的一个首长，那这个首长叫做哈摩尔，哈摩尔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刚好跟他们的那个地名是一样的，是士根。他看到了迪娜，他就喜欢了她，抓着迪娜以后呢，向她行了这个我们不能想象的强暴迪娜。士根这个首长这个儿子，他迷恋了迪娜，他被迪娜所吸引，想要娶她为妻子。所以士根他就告诉他的父亲哈摩尔要找这个女人，他的父亲也找到了。但是他哥哥们，迪娜的哥哥们非常非常的生气，一听到了说他们 的妹妹是这样的被士根所做的，好像是被污染了，所以他们非常非常 的生气。所以那个士根的爸爸就来找了雅各伯要谈，说你可否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但是他哥哥们就 不肯，除非士根这个城市全部的男性都要收割顺利，因为他们的人这个犹太人雅各伯的孩子们不可以跟外人没有收割顺利一起结婚的。那他就这样的讲跟士根的父亲哈摩尔这样的谈判。那哈摩尔他也回去了，告诉士根的所有的男性要他们也一起收割顺利。以后呢他怎么去说服他们呢？说雅各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财产，有很多很多的牛羊，那如果我们跟他们一起同婚的话，只是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的那个财产。所以士根的男性他们都同意接受要收割顺利。好，他们收割顺利第三天他们还忍痛在家休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就是在这个时候，迪娜的两个哥哥就是西摩安跟勒卫，西摩安跟勒卫两个人带着刀子进入到士根这个城市，把所有的男性
他们还在忍痛，因为收割顺利的，把他们统统杀了，报复，报复。那这因为他们是同父同母，西摩安跟勒位，他们就把这些男性他们杀了。那底拿的其他的哥哥们也加入，他们把在施根的所有的财产，还有女人，所有的女人还有孩子们也是这样的带到他们那里，他们报复。那雅各伯呢？雅各伯听到这一切，他做了什么反应呢？他说了什么话呢？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话都没有说。在他要祝福他的孩子们，雅各伯快要死的时候，他就祝福他的孩子们。但是西摩安跟勒位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因为他父亲是怎么说呢？西摩安和勒位实在是一对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暴的武器，我的心灵绝不加入他们的阴谋。这个是雅各伯他们的父亲所讲的，我的心神绝不参与他们的聚会，因为他们在盛怒中毒杀了人。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好像雅各伯对他的女儿受到这样的遭遇，他好像是一点都不关心。看到若瑟受到有事件发生的时候，父亲雅各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迪娜事情发生，若瑟没有什么声音可说的。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个迪娜的故事，就是沉默天主的故事。天主到底在哪里？有人对他们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天主应该说话，但是在圣经里面全部在旧约里面也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所以迪娜的故事也呈现了沉默的天主，也沉默的雅各伯。那为我们呢，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雅各伯那时候是重男轻女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不要学习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事实，但是我们看到如果好的我们可以当作我们的榜样，如果不好的我们可以避免。所以重男轻女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的榜样。祝福大家。